往下一点，往下，往你的左边下面。靠着头灯才能照亮前方，还得一步一步跨越溪流，在救难队员引导下，受困游客成功跨越湍急大水，但下一关更惊险。沿途还必须拉着绳索奋力往上爬，脚踩边坡碎落石块，显然连日大雨造成下方土石已经松动，碎石不断落下，画面险象环生。万大北溪因为这几天下雨所以溪水暴涨，那我们同仁勉强过了四次溪之后，到一个比较大的溪流就过不去了。原来这两名受困女游客十五号相约一起到海拔1220公尺高的澳万大北溪温泉露营，但当天下大雨导致溪水暴涨，两人因此受困，家属急得报警求助，消防局十七号凌晨出动四名救难人员，但由于溪水太湍急无功而返，当天上午再发送坐标位置才出动空勤直升机，这回顺利救。救援成功，报坐标，那我们就将这个坐标回报给消防署跟空警总队，由直升机直接到现场去做吊挂，然后顺利的将人员吊挂回澳万大的大草坪。靠着空勤直升机才把人安全载下山，不过行销也很纳闷，明明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，却还要上山露营，提醒民众外出游玩得看清楚天气预报再出发，免得类似受困意外不断发生，让警消疲于奔命。金星文邱品义、张景涵采访报道。